并归简单的加拉夫斯也是得演奏出好听的音乐，庙里滚滚国社会音乐班都用绿色筒准鼓的手把准鼓吹的来发挥创意，本可能人也敢不讲过奇妙。生的故事，今日是用垃圾桶、老手把研究出来的，还有用靠铁桶、手提篮压着桶做的绳编出的通感节奏，动动耳，听就没听过。在公共国小音乐班爱吉张耀的打击音乐，点的要扮演的学生的前身参加这种乐器行家演奏，同其他调学音乐的歌唱留下浓厚的回忆。日常用语里面就可以做到一些音乐上的变化，那对他们学音乐来讲，以后也可以很漫长的路里面，他们就觉得说这有很美好的回忆这样子。学生的小电工虽然练习的时间都辛苦，不过又考又打又上司没黑数学压力以后的方法，我有办法发泄出来，然后就会打断掉。那时候也是这样被打坏的，然后本来是这样被我们打断的。我也辛苦，动有创意的打击乐，不但像先生同学生的，就有当年填兵贴暗号的经验。唔到第一未教一个学生的，唔好按杂货的东西做得数到准来，再过利用的反驳观念。下个新闻。